真的有一个桌球，我想要来踢馆。教练会下战术，你要发一号球，啥个在？2023年大洋洲国际名厨挑战赛的金牌，给你一个最开心的表情。讲阿美族的话，一定要加盐巴。叫你帮我买，你还叫我帮你买？好，也可以。好，请玩家们仔细听一下以下的歌谣。我经常都在 IG 的现实动态上面看到妹妹去看棒球赛，是的，国球嘛，我很爱。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妹妹，你到底有没有一个最擅长的球类运动，有吗？啊，讲到运动，哥哥，其实我从国小的时候到大学，我都参加学校很多的社团活动。但是我其实最擅长的就是basketball 篮球的部分。原来你是擅长篮球的部分，是不是？那我再问你一下，那你知道这个餐桌上面的球是什么球吗？凤梨虾球？没有啦，其实我是想说是桌球的部分。桌球，桌球。因为今天的玩家呢，真的有一位桌球国手要来踢馆哦。那我们先把国手事情摆一边，我们先来看看，好看看他的足语程度如何。那就话不多说，盖世玩家请接球。好了，盖世英雄呢，不只邀请我们的桌球国手来到现场，甚至现场呢还有国际名厨也来到我们现场哦，所以欢迎各界各行各业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游戏。那游戏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欢迎我们今天的足语老师，我们的比亚老师，欢迎。你好，萨利嘎嘎马波龙。你把韩国 follow 转了吗？我带你哈扎，米桑加多哈蒂尼亚阿卡莫克奶奶，我马里把哈盖国 follow 转了，那木马波龙阿来。欢迎范老师了。好的，老师对面呢就是我们今天来挑战的五位玩家，欢迎你们。好的，来，妹妹，我问你，你看看哪一位你觉得是桌球国手？这样看下来，我觉得应该是。这一位比较靠，你说明白了吗？对，有些东西很深藏不露的，你知道吗？也是哦，对，像你也是深藏不露。开玩笑啊！吓一跳哎！好了，其实是我们的喇叭师啊，对不对？完全看得出来，毕竟他是国手，不敢乱讲话。对，可是看起来很安静，对不对？他现在也开始努力在培育新人哦。对，我们就有自己的桌球教室这样。对，然后以小朋友来讲，他们可以就是增加专注力啦。对，然后如果你的眼球的运动有常做的话，对视力保健比较好。就是训练他的动态视力，所以那个眼睛的那个这个视觉就会很好，感觉就这样。但是因为喇叭神他除了在教学之外，他还会在教学过程当中放一些母语进去，比如说介绍这些器具也会用到族语吗？因为也是桌球的课后原住民班啊，对，所以来打球的是原住，那就阿美族的小朋友，是是，对，所以我们就会教简单的单战，比如说哎，你打我们比赛啊，或者是战术啊，打右边啊，高难这样子，然后打左边高力这样。这也很棒，如果双打的时候两个都是阿美族，对，就可以有暗号，哎，对面也听不懂。对，我们小时候就这样子啊，就是因为教练会下战术，比如说你要发一号球，大概是在这样子，对，原来也算是一个技能。对啊，也是哎，那有没有暗号？那有那个吗？杀球的？我们可能就说巴兹利恩阿玛利，就用力，用力，用力。可以再讲一次吗？巴兹利恩这样子。巴兹利恩阿玛在球上面用力。哎，对对。就其实加上动作之后，小朋友可能学足也会觉得很快，对，过程也好有趣哦。对对啊，谢谢你的付出，谢谢，辛苦了，欢迎喇叭师，欢迎你。好了，刚才我有提到国际名厨之外，是还有希望在国际上面可以变得很有名的歌手哦。到我们现场，他已经出道蛮久了，对不对？他出道很久了吗？真的吗？我们来问他好了。我们欢迎我们的 AZ 李孝祖先生。谢谢真的。Hello， 大家好。然后萨利嘎嘎马波隆吉马耀阿浪努安安努马古，大家好，我是 AZ 李孝祖，我的族语名字叫马耀阿浪，也可以叫我阿祖祖。好。
你确定哦？哎，没有啦，你都开这个头了，我们后面很长哦。对对对，抓就抓住，我不管。对，哎，不过那个，因为那个校主呢，最近在社群平台上面的确是非常的红，是去年推出了这个主语专辑，是桌上这一张，对不对？没错，我的最新专辑《美式教育 Primariza》在所有的各大串流平台都上线了，然后实体的话，在全台湾的实体店面、唱片行也都有贩售，这样。哇，美式教育哦，发美语、哦，所以有要跟我们吗？有，谢谢谢谢谢谢。首张个人专辑。Primariza，对，那是我新创一个单字，我就把 Banza 跟那个 America 两个字合在一起。哦，教育嘛，那我这样其实算是阿美族的 Hip Hop 专辑，那我就把美国的文化跟阿美族我协议里面的文化两个 mix 在一起。对，那我就用这个概念去写一些都市原住民的心声，那跟一些当代的原住民议题跟我的经历做结合，这样。你在做这个主语专辑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最辛苦或是最难忘的事情吗？可能没有什么人做过，所以你没有什么范本可以去参考。对，然后在制作过程中，要把流行音乐或是嘻哈的元素去融合语言啊，然后又要去更多的这样学习，其实会制作层面上面时间会花更久的时间。可能一首歌真的要做到好母语这样子的歌，要弄个两三个月，对吧？当然很开心啦，就是在中间也学习很多，透过音乐，那我们又可以做传承，也可以跟朋友还有一些非原住民的朋友们，他们听到音乐的时候，哎，喜欢这个单字，喜欢这个故事，他们会更加去喜欢跟看到我们这样的文化，哎，这也是美食教育的精神的。真的，希望这个创作能量可以持续下去，然后可以推出更多更不一样的这个美阿美式嘻哈专辑，大家好不好？谢谢，欢迎来，谢谢。好的，来欢迎我们的这个台湾之光，我们的石拉哥哥哦。2023年大洋洲国际名厨挑战赛的金牌掌声。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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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到纽西兰哦，到纽西兰参赛，对对对对，纽西兰澳洲那边，对对对。哇，那你这次去有什么很特别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当然，你问就是一定会很特别啦。哎呀，好，我听听看，我先听听看多特别，再想要不要挤进去。因为这次很特别的经验是说，我用阿美族的猎人便当阿里缝缝，哦，但是用月林头心。零头叶下去编织的那个饭便当这样子，拿到这个之后他觉得好特别，你从哪里来这样子，我很自信的跟他说，我来自台湾花莲，我是阿美族这样子，这个是我们的阿里缝缝这样子。哇，对，用厨艺做交流这样。对对对对对，我用我的方式这样告诉全世界，我们阿美族也是很厉害的，是，对对对，当然当然。好的，我们欢迎石拉哥哥，欢迎，谢谢谢谢谢谢，欢迎。好的啊，中间这一位呢，非常漂亮的啊，这个非常漂亮，非常帅气的，是是是是，并存的，我们的纳莫，欢迎，欢迎。阿莫呢，现在是这个原子中心的专任助理嘛，对不对？但是呢，他同时也是。曾经是竞技啦啦队的成员。好啦，蓝莫可以教我们几个那个竞技啦啦队最常用的 pose 吗？ High V 这样子。High V 哦，这个有专有名词是不是？有，它叫 High V。你的表情好专业，超棒的。搭配笑容呢？对。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做吗？我们大家一起做，我试看看。就是手举起来之后，然后笑容握拳，然后拳眼向前。哦，拳眼向前，然后不要太开，不要太开，45度，然后搭配一个漂亮的笑容，耶。那前面的预备动作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对啊，这样这样子。好，对，一二三。谢谢你。好有缘，我们制造完美的画面，有有有，因为好快乐，对，就是要制造欢乐啊，对，对，欢迎你来。好了，今天最后一位呢，就是我们的马浪，欢迎你。Hello， 马浪的也是文化工作者，但他的就是做的工作比较特殊，基本上是在部落里面，在语言还有记录跟附赠那个记忆文化这样子。记忆，对，因为现在的部落的状态就是记忆文化的部分就是流失的非常。快速，然后有一群青年就是在正在努力，就是把这个也复振回来，这样子，对对对，哇，所以这个工作很辛苦，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提醒大家，我们多多的把我们的这些文化能够记录下来，就尽量记录下来，不管是用音乐啦，或者是用食物啊，好，或者甚至是哎。跟桌球，甚至拉拉队搞不好也可以啊。好，那我们的游戏开始之前呢，今天老师有帮我们准备金句，好，那金句很重要啊，我们来请老师来分享。今天的金句呢是あのいらごまさまあまあないあさがりでもはいあががどれしくファロゾ。遇到任何不顺心的事情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灰心气馁。好，在这边呢，我要提两个单词哈，像那个 masama ama anai， 其实它的字根叫 maan， 什么什么的意思了哈？怎么了 ？maan mama an kisu 怎么了哈？那前面呢多了那个前缀词哈 masa， 再加一个后缀 masa ma ama anai。就变成任何事情哈。那 sagali de moh 呢 ？sagali de moh 它的字根呢是 li de moh， li de moh 呢遇见或者是迎接，但是它加了这个前缀词 saga， 好，它就变成遇见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哈。sagali de moh， 所以呢，这两个字呢，对我们来讲哈。是比较陌生，那我们念一遍哈。好。あのいらごまさまあまあない。あのいらごまさまあまあない。あ、さがりでも好い。あ、さがりでも好い。あががどれしくファロゾ。好好好的，希望大家呢遇到任何不顺心的事情，千万不要灰心气馁，包含接下来的游戏哈。来，我们的游戏会经历过什么关卡呢？米诗，好的，我们今天呢会经历三个关卡，比赛呢总共会有我们的基础数学单字测验，到我们的创意短句，最高分的两位就可以抢夺我们的6000元大奖金。好的，大家要打起精神，不要气馁哦哈。好，我们第一关要进行就是演力游戏，演力游戏就需要用到数字，我们请比亚老师帮我们附送阿美语的1到7怎么说？好，自在，自在，杜萨，杜萨，咕噜，咕噜，斯巴，斯巴，里马，里马，恩嫩，恩嫩，里度，里度，好，好。演力游戏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啦，如果看我们节目的话，应该是有的。好，我们的这个玩家跟主持人起立。那么好，再提醒一下哦，重复讲到同样的数字，两个人就要淘汰了。还有讲到最后一个数字的人也要淘汰啊、哦。好，但是呢，在开始之前呢，我会说请开始，但是是以哨音为主，听到哨音才可以喊数字。好，1到7，这样规则都清楚了哈。好了，那我们的演力游戏1到7，请开始。杜赛，杜赛，走路，失败，你们吧，啊！好，3个人淘汰了。那我们的那个校主跟喇叭是到后面，好，哎，我也淘汰了，天哪，好快哟！来，请你起立。来了，我们现在只能数1到4，1到4，好，剩4个人。来，演力游戏1到4，请开始。德赛，德赛，德鲁，哦，等一下，12个人，12个人，因为你没。哎，别，你刚刚是是不？好、啊，听、啊、听不清楚，听不清楚啊！没有，因为我要画面啊！好，你好，你好，我画面了啊！好啊，然后米雪弟弟啊，好了，演力游戏1到3，请开始。正在，不是，对，哎，我影响了，你被他影响了。哎，你居然有这一招哎！你好狠哦！好吧，马浪淘汰，看我们两个喽。来，那么来往前，1对1，来喽！演力游戏1到2，请开始。子珍，哦，在一起吗？你太晚做了。好哦，恭喜那么获得2分。恭喜！好的，你有绝对的优势啊！希望你稳下来，好不好？拿到奖金，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们的气球接龙赛，待会呢会出两道题目，你们待会的中文跟祖语都要飞的讲得非常清楚哦，因为一旦你有错误呢，我们的老师就会吹哨，你听到哨音不能把气球交给下一位，你必须达到正确答案为止才可以交出气球。我这边先跟所有的那个玩家们讲一下，不能讲到重复的单字。我们待会拿气球的时候像我这样子拿来，手伸直，这样传给下一位，直直的就不要压这里哦，不要压这边 ，OK， 他就会抱在你手上。好，校主先帮我拿着，好，先拿着。对，因为呢，刚才上一个阶段是纳莫获得两分，然后还有优先可以帮大家排这个位置的顺序。哎，纳莫，你的策略是什么？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没有策略。我们的那个制作单位说，这个关卡就是我们的迪士尼乐园啊，希望大家可以享受在迪士尼乐园的刺激与愉快啊。好了，那我们先打到接龙赛的第一题什么呢？请出题。请问你知道人体能做出的动作有哪些呢？很多啦，只要是动作就可以了，这应该不用再提示了吧？好了，校主准备好了。好，来，人体会有哪些动作呢？请接龙。跳舞，马格洛。好。唱歌，罗马丢。唱歌。亲嘴，米奇树。亲嘴。打球，米玛丽。打球，站立，杜米勒，站立，杜米盖跑步，跑步，步，什么？吐舌头，吐舌头，拍手的巴的巴，的巴巴，把的臂拍，好，拍个拍高位，招，招，米格米弗盖跑步，跑步，讲过了，讲过了，讲过了，谁让我三个？你在我三呢？米玛嘎，走路，走路，蹦蹦敲打，敲打，可以，好了，拿取，拿取，叠囊糖，糖，什么？叠囊，糖，米亚索，放屁，放屁，毒草米布拉斯，好，中文，中文，中文，毒草，毒草，毒草 ，OK， 坐马路，坐下，好，好，好，画面太多了，画面太多了，相遇，你的不？好，相遇，米杜洛，指，巴斯蒂达，打，有，他现在跟你打布包，打包，包装，打包，包装，好的，让我看，看，米塔丢。唱歌讲过了，打哇笑笑笑，等于听听听，动手动脚撒嘟噜嘟噜撒，动手动脚撒嘟噜嘟噜撒。游泳，马叶上厕所，上厕所，老师叫袜说，马叶大便。不行，他讲过了，想笑，我想笑，一样子的对。放地上就好了。哇，好的，哇，他们讲了好多字哦，对，刚快30个了吧？老师好像中途就吹一次哨音而已，对，全部都对，全部都对，而且有很多很有趣的吐舌头，对，没有听过哎，对啊，吐舌头好特殊啊，巴什玛，巴什玛，对，巴什玛就是吐舌头，呀，巴什玛，哎，巴什玛，你这边就亲嘴。米奇树也可以，米奇树也可以。哎，很厉害耶，但资料很够。但是呢，都在纳莫那边，所以其他人都获得一分。恭喜！好了，下一题还有办法那个扳回。我先给是下一题是两分哦，两分哦。我们的魔王题什么呢？请出题。请问能吃的任何食物，不管动物、植物或是饮品。你知道的这些以上有哪些呢？哇，这个阿美族毕竟什么植物基本上都可以吃了。没错。对对。好，不要了吗？记得要重复哦。对，前面所有的答案。所有的答案。好 ，OK。屁股绝对不可以离开椅子。嗯。你知道能吃的任何食物有哪些呢？请接龙。青菜、老邓。好。青菜。重复青菜。
龙葵你要先从青菜开始。好，哎，青菜打邓，然后龙葵打竹棍。好。好，还可以慢慢来啊。青菜拉邓，青菜是拉邓，打竹棍是龙葵，对。绕是酒酿。好，可以吗，老师？好，要过来。绕青菜拉邓啊，打竹棍龙葵，绕酒酿，保利香蕉。好，可以，可以，可以哦。青菜拉邓龙葵。打竹棍，酒酿绕，然后保利香蕉，好，把面橘子，哦，橘子，好大，青菜拉邓，龙葵，哎，龙葵啊，打三个打打打打竹棍吗？对，然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看龙葵下一个是什么？酒酿酒酿，阿绕阿绕，然后香蕉保利橘子。对对对对，橘子，头上有很大的。老师求救，马蜜，那是我要再想一个。对对对对，投低一点，对对对，是诅咒。啊啊，是食物，可以食物。你的投低一点的，投低的坏物，食物也可以，剑笋，好，可以，剑笋，青菜蓝蛋，然后打竹棍龙葵，然后再加来什么？酒酿，绕，然后绕，然后再来是保利，马蜜，还有，对，马蜜是什么？龙葵，是橘子，剑笋，然后再来你的，福定鱼，然后青菜打竹棍，然后绕，然后龙葵，然后那个香蕉，没问题，酒酿，绕保利，马蜜，中文，绕是酒酿。香蕉、马蜜、橘子，然后普丁，垃圾，好，垃圾，普丁，打哦，鸡蛋，好，鸡蛋，好，沙镇，对，打竹棍龙葵，好，酒酿，然后保利香蕉，桃子马蜜，好，然后垃圾剑笋，然后鱼，普丁，然后鸡蛋，大二，你的桃子卢巴，好。青菜打竹子，龙葵打竹棍，酒酿猴脑，桃保利香蕉。怎么又是你，大梦？来，给我一个最开心的表情，一二三，好，好，来，来站好，来站好，来，哇，刚刚有讲到，哎，最后一个是桃子了，桃子，我刚才想说猴子，我吓一跳，而且我跟老师求救，老师看笑得很开心，看也没有要那个。好的，所以呢，这一分呢，就又是爆炸们拿嘛，所以其他玩家都可以获得两分。恭喜！好的，我想这个分数一定非常的接近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目前的总积分。好，我们看到呢，马浪三分，喇叭三分，拿莫两分，十二三分，教主三分，除了拿莫两分，其他的都是三分，是持平的状态。好，下个单元希望大家加把劲，好好的翻转起来。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说话很艺术，是的，这个关卡呢，考验大家的短句，还有大家的创意啊。那待会书写的时候呢，有一点小错误，罗马拼音有小错误没有关系，以我们老师看得懂为主。对，然后呢，给分呢很重要，因为这边呢会给出1、1、2、2、3。好，所以是很有机会可以翻盘的。是。那刚才呢，拿莫虽然拿到第一关的两分，但是刚才气球那一关，通通一分都没拿到。所以有机会在这个，如果两题都拿到三分，就有机会获胜，好不好？那其他玩家也加油了。那主要是考大家的创意啦，所以把你们创意发挥出来。OK。可以，有把
握他们。硬呢，我看来说话意思第一题什么呢？请出题。出门的时候意外撞见老板带着他的小三出游，偏偏老板娘就是公司的会计，掌握你的生计，请问你要如何明示或是暗示老板娘呢？好，玩家请作答。这个很精彩。这个。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直接说，哎，老板娘，你要不要看一下最近公司的账有没有问题？哦，这个很暗示。对啊，老板娘说，哦，其实自己也有小王的。对啊，对。他说，哎呀，被你发现了。那我就怎么办呢？就先把你 fire 了。怎么做都错。都错不对。都不对。哎，我们的那个玩家已经差不多也作答完毕了。好，那我们就来看一看遇到这样的状况，玩家会怎么回答呢？我们先从麻浪这边来看哈。来，遇到这个情形，你会怎么跟老板娘明示暗示呢？中文，就随他吧，这不关我的事。哦，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随意了。来，主语怎么说呢？巴古尼拉汉在卡乌德马努马古巴阿古。对，好，老师，这句话通顺吗？Okay. 不是哦，哎，我想有很新，第一个字是就随他吧，随他，对，随他吧，巴古尼拉罕，随便，随他，巴古尼拉罕，巴古尼拉罕，哎，那我们平常可以讲到啊，随便啦，也可以用这个字吗？也可以啊，巴古尼拉罕或者是阿西曼罕这样。今天晚上吃饭还是要吃面？随便啦，哦，也可以用这个字，好，巴古尼拉罕，好，谢谢你的回答。好的，我们来看桌球国手，是，会不会给他一个杀球呢？好，我们来看老板会怎么回应这个状况。中文，哎，你今天不是跟老板出去玩吗？哎呀，还是我看错人了，偷偷暗示。哇，还有这一招哎，暗示型的。好，那主语会怎么说呢？来，米沙拉玛爱吉苏阿杜道吉阿尼尼萨嘎古。哎呀，马西六股，马大努马股，好甜！哦，老师这句话通顺吗？通顺的，通顺了。哦，马西六股，我看错了，看错了。哦，老师，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吗？如果我们自己讲说我看错了，我们可以用马西六这个字吗？我们俗称的肚脐眼就是马西六。如果这个字用在这里是通顺的，也可以。他在形容嘛，他用那个来形容。他看错了，而且他还跟老板娘讲，他还是这样子。哦，对不起，我看错了啦，真的，我看错了。好看，哎，很有创意，这个字放在这里哈。好，谢谢喇叭子回答，暗示招哦。好，我们来看南梦会不会用拉拉队的方式，还要烦他了吗？对，跟老板娘说呢。来，南梦，我的是中文。老板娘，你昨天晚上有去跟老公看电影吗？暗示的。好的，主语怎么说呢？发发嘿，努刀给马夫洛嘎布，你给阿绕嘎祖洛伊纳吉拉沙沙呀。哦，老师这句话通顺吗？如果他后面再加那个马夫洛嘎布阿米给阿绕都嘎祖洛伊纳吉拉阿达达呀，好哦，好，加一个好，问疑问句，疑问哦。有电影这个字吗？我们是用外来语。外来语，对，在哪里？嘎猪树，嘎猪，嘎猪树，嘎猪树，对，嘎电影。我们有时候会用那个五呀五 A 嘎 ，A 嘎 ，A 嘎 ，A 嘎也是 ，A 嘎是也是外来。对对对。哦，南梦应该没有遇到这种状况吧？对，还没来。哦，还没，等着呢。再看哟。偏偏我还没遇到。在那边看。好的，谢谢南梦的回答。好，我们来看石蜡哥哥遇到这样的情形要怎么样暗示我们是老板娘呢？来，我的讲话可能会比较贴近部落啦。好，可以。我就会说，哎呀，阿华，今天不是老板的生日吗？暗示他的感觉这样子。哦。对，哎，哥哥很贯穿今天的那个，他就是要画面。他不止演，他好有那个肢体动作让那个老板娘知道，哎呀，很难！我告诉你，蟑螂你弄到几家？好，
有老师有没有那个起承转合老师有老师笑得有没有很部落很部落风啊有而且是阿花直接说好呢对那这是不是很有感钢琴的有对很像我们都认识哈娜很久一样真的讲阿美族的话一定要加盐巴哦还在情绪情绪的部分也要加进去了好好感谢史拉哥哥的分享好我们来看笑主遇到这样的状况会怎么回答呢来东文我会回答有没有发现钱变少了呢哦对呀对对阿莱主怎么说来阿外古白金努该下马蒂亚哦、oh, 老师这句话通顺吗也通啊钱好像变少了这样所以变少老师对在里面是哪一个单字他这边他会用那个 our ey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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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没有了如果真的要说变少了的话就要说马能能努米苏马格罗多古比拉努公司马格罗变少马格罗变少明示暗示的答案通通都有了谢谢笑主回答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是比亚老师头痛的时刻了对因为他要选出到底有哪两位玩家会获得一分把他名字念出来给那个马浪跟那个马友好笑主跟马浪好的获得一分来重要的三分要给哪一位玩家呢重要的三分给三分了只有一位哦拉巴斯哇哎老师怎么会选择他他的主语也用得很到位啦好吗而且他很有那种就是暗示他暗示的那个味道啊那个听的人可能一听就知道哦语气有到了语气对对对好的哦我期待他们接下来下一题的答案会是什么来说话艺术第二题请出题满心欢喜的出国玩却接到上司的讯息说哎听说你出国帮我代购那条最红的电饭锅好不好请问你要如何回复这条讯息呢来玩家请作答哇欸其实我出国玩的时候真的很怕碰到朋友说欸你帮我去买什么买什么对可是遇到朋友你会很好拒绝但是上司欸我也想说其实台湾有很多很厉害的饭锅没有一定要在这边买还是我可以直接跟他说欸我们现在海关没有办法过电饭锅台湾海关现在没办法对啊现在连动植物连饭锅都不行对都不行饭锅都不行而且要经过检验什么的对啊这个不然你要怎么回、啊、上司真的太难了我很好奇他们的答案对啊欸不过大家好像都已经作答完毕了好我们就来看看遇到这样子尴尬的状况要怎么回复这个讯息呢那我们要先从马浪这边开始啊来你会怎么回答呢我会说凭什么我没有钱啊直接来生气哦我觉得他的就是很直接的然后他 OS 都没有给我钱为什么我要帮你买他有那个表象跟里面的话两面的好我们可是都是不好的以为表面的是好的对都是好听的就比较直接心里面跟外面都很直接好的来主语怎么说呢巴嘎马阿奈巴嘎马阿奈阿瓦埃古比萨阿古然后 OS 是 OS 阿瓦埃古比萨伊巴桑恩巴等一下巴桑米扎盖萨扎好的老师这句话通顺吗通顺通顺所以那个巴嘎马奈就是凭什么对凭什么好严重你的字怎么都那么严重你刚刚说随便凭什么你人生遇到什么困难可以跟我们讲啊可是你有遇到这种情形吗自己出国说朋友有你那时候通常都是一样就是凭什么一律这样子一律对啊有的时候真的麻烦呢知道他个性还敢叫他代购不会找他就只要碰一个机会啊宝宝他刚好顺道就会但他就是这样宝宝妈那样态度很好好谢谢马浪的回答好的我们来看拉巴斯遇到这样的状况会怎么回复呢没有红色的我只看到黑色的因为他要那个最红的嘛假装装听不懂装傻装傻装傻令装傻哦我不知道那就买黑色的对不起好那主语会怎么说呢我固定爱过明天能爱那么过
啊，我爱过刚刚爱。哦，好，这句话通顺吗？通，好，通顺，通过。老师，所以那个颜色是黑色，寡丁爱，就是有丁爱，寡丁爱是黑色，刚刚爱是红色，寡扎赖是白色。啊，哎，要记哦，这搞不好等下。对对啊，搞不好奖金会用到，对不对？没错啊，因为喇叭子应该有很多出国比赛的经验嘛，对不对？也会遇到这种情形，你要出国比赛还要帮家人买东西有吗？哎，家人会买，但朋友就阿威古狸猫，对，没有空，我没有，我行李箱满了。对呀，我行李箱位置不是给你的，给我桌球拍的。你说那么大啊，这个一个桌球拍。他专属的空间，对对对对，要善待了哈。好，谢谢喇叭子回答。谢谢。好，我们来看拿莫会怎么回应这样的状态。妥协啦，哦，妥协了。好啦好啦，我知道了，顺便帮你买下。好好好。来，主语怎么说呢？好的员工。嗨，麻烦啦，多加过，他给位汉都努米努努米苏米扎盖。好。老师，这句话通顺吗？好，一个汉都努马古阿米扎盖都努米苏。如果按照中文这样，我顺便就是要买你的东西嘛，如果你现在这样子，好，我给喊都努米苏，变成说米苏就是你啊，好，变成你帮我买，我叫你帮我买，你还叫我帮你买，好，也可以，也可以啊，你这样子，你这样子就不是顺从啦，你反江老板一句，哦，所以这个持续啦，持续要放对位置，对不对啊？他就其实他就是故意要写这个，假装，你说在回向老板吗？对对对，有可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哎，刚出国征战回来的，有跟电饭锅很有连结的十大成哥啊，会怎么样回答呢？来，中文，我的中文就是钱不够，老板汇钱过来。你先给我钱。对啊，我的钱刚好的哦。对啊，帮你买，帮你买我就不用买了。对对啊，这个很重要，是不是？是是是。来，主语怎么说呢？那这边想要请教老师一下，我们主语有汇这个汇款这个字吗？巴夫人古比拉汇款，飞的，哎，汇款就是用巴夫人，用飞的，用飞的，哦，用飞的把钱飞过来我这里，好可爱的，好，那我的是我写的是阿外古比拉刀基，然后本来是巴呆尼嘛，结果我是请教老师巴夫人古。比达这样子，对对对，好，老师，那原本那个十大哥哥写的这个字，巴丹尼，巴丹尼就是把钱拿过来了，拿过来了，你在国外我怎么拿给你呢？对不对？因为当然是用汇的，对啊，因为我的主语认证还没有到那边啊。有，有，还没有到那边，老师，本来这个演身体呢，对对对，谢谢老师，谢谢。好，不过学到一个字，汇款就是把钱飞过去，不能按 ，OK OK。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校主的答案会是什么。来，校主，我会回答有没有跑腿费。哎呀，好，要能得出国嘛，对不对？对，多带一个东西，其实哎，搞不好我们上飞机有些是有限制公斤的，对啊，哪些对会需要这样，很重要很重要。好，哎，跑腿费的主意是什么？就很好奇。对，来，主意怎么说呢？伊拉古比沙好。跑腿费，我不会，不会讲，结果就费用的费。对，因为跑我不会跑，老师跑要怎么讲？哎，对啊，老师刚跑腿帮我们跑腿，你看，通常跑腿其实就是在帮忙嘛，帮忙买哈。伊拉古萨巴拉阿比拉就这样子啊，伊拉古尼拉嘎丹也可以跑腿哈，对，伊拉古尼拉嘎丹这样，或者是伊拉古萨拉玛阿比拉这样子都可以，因为我们的那个哈词汇有很多，但是它都可以很直接的翻译，就是走路的钱。哦，你拉嘎达尼，在比巴布里基苏嘎瓜南这样啊，你可以用这种语调啦。好的，五位玩家都分享有趣的答案了，接下来就请比亚老师来帮我们选出两位一分的玩家，分别是哪两位呢？一分的就是那个马浪跟纳莫。好，马浪跟纳莫获得一分。好的，三
分的玩家会是谁呢？哦，钱不够了，老板。恭喜十二哥，谢谢啦，谢谢，发钱给我啦。哦，老师很喜欢这个答案哦。简简有力吗？人就很现实啊，他没给我都，你没给我钱，我干嘛要帮你买？对，对啊。好的，所以呢，哎，我们的五位玩家的这个分数都已经出来了，所以恭喜要晋级我们下一个奖金擂台赛的，就是我们的喇叭赛有十二个的。6000元了，好的，两位先暂缓一下心情哈，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光临奖金擂台赛。奖金擂台赛呢，一共有20道题目，待会呢玩家轮流作答，每一题呢只有5秒的思考时间。答题结束后呢，会有老师举牌公布正确与否。每题有600分，其中一位玩家累积至6000分，则游戏结束。如果20题结束呢，未有满分者，则以分数高的那位带回今天的奖金6000元。好，刚才呢，所有的总积分呢，这两位刚好都获得8分。好，但是呢，我们的石蜡哥哥说，哎，没关系，女士优先，因为优先答题的这个玩家比较有优胜，对，是有优势。没错，没错。但是呢，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因为这是两位国际级的选手，没错，上台要来比赛。来，喇叭是很紧张吗？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就忘记了。放轻松，放轻松。那你平常在那个桌球比赛的时候，你是怎么样让自己抒发自己的那个紧张的情绪的？也是深呼吸啦，然后。但还是经验取胜这样子，这个应该没有比赛的时候还要紧张吧？不一样的感觉，好，不一样。好的，来，石蜡哥哥，不会，很紧张。别到这里哦，还要争取秒数，我放弃任何一点抓住镜头的秒数。你今天镜头一定很多。没有，我其实是很自然的，对，我要制造紧张。好，制造紧张给他。好的，那两位玩家都已经准备好了，那么奖金擂台赛现在开始。第一题呢，就由喇叭石来作答，请出题。请依序以正确发音来念出以下的单字。想一下哦。拉拉奥，嘎西恩纳万，玛莎法拉洪。老师正确吗？正确。好，下一题由石蜡哥哥来回答，请出题。请以正确发音念出以下的句子。阿嘎比拉，哎，有答案吗？这个我就不会念了嘞，不会念，老师啊，答错，来，答题权到喇叭石身上。阿嘎比拉，老师正确吗？正确，好，这一分呢，喇叭石获得。那下一题还是喇叭石来作答，请出题。以下哪一句话是你受伤的时候父母温柔的问候？妈妈安吉说，答对。好，下一题由石蜡哥哥来回答，请出题。以下哪一句话不是警察在临检时可能会说的话？有答案吗？没有，没有，放弃。对对对，我放弃，我放弃。好，喇叭石来作答。米竹沙嘎古以国小。好，答对，没错。好，第四个。我还在国小读书，不是警察在临检的时候可能会说的话，不太可能，挺荒谬了。好，但是下一题呢，还是喇叭石来作答，请出题。这是一个填空题，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最好看？这个空格呢，你会填什么单字？请以足语回答。刚刚爱。老师正确吗？正确。好，爱爱色色。好，好，下一题由石蜡哥哥来回答，请出题。父母心情一生只愿儿女什么什么，请问这个空格你会填什么单字？请以足语回答。健康。足语怎么说？足语怎么说？老师，这个你要讲啊，突然忘记了哈。对对，3、2、1，有答案吗？没有，没有。好，喇叭石来作答。健康，身体好了，放假过低冷。好，老师正确吗？正确。好的，身体好啊。
好，下一题呢，还是喇叭声来作答哦，请出题。请看图并说出句子，要用主语回答哦。好。伊拉古，我有什么过？老师正确吗？正确。好，老师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有一个鼻子啊，我有一个鼻子，这也是正确的那个句子。是的，好，下一题由斯拉哥哥来回答，请出题。请看图并说出句子，请以主语回答。马蒂亚乌鲁麦鲁东鲁马古，老师正确吗？答错。哦，老师刚刚那个斯拉哥哥说的是马蒂亚乌鲁东还是鲁东？鲁东山呢？鲁东是猴子哦。啊，我知道啊，鲁东才是，鲁东才是山啊。说的这个字，好，来，喇叭师，请回答。阿鲁曼古，吉朗伊迪拉。老师正确吗？啊，答错，这个句子也不通。阿里海，你想说的是什么？阿里海古，阿里海古吉朗伊迪拉。好，这个才对，但是刚才已经答错了。对，刚刚是答错。那刚刚你想说的中文是？就是说有很多树，很多树哦。那老师刚刚他错的地方在哪里？他刚刚用了那个阿鲁曼，阿鲁曼是指人很多，阿里海是指树啊。人一定是阿鲁曼，事物的话是用阿里海。啊，用错了，刚好都是错一个单。对啊，用错对象了。这一分没有人获得。下一题由喇叭师来作答，请出题。请看图选出正确的选项。哎，我是杜吉拉。答对，是的，他是学生。好，下一题由斯拉哥哥作答，请出题。请看图选出正确的选项。B， 答对。好，是一只猫。一只猫。好的，下一题由喇叭师来作答，请出题。以下两题呢，都与这首歌谣有关，请玩家们仔细听一下以下的歌谣。Lumua hartu lafat mili iukaku Pakala nam cili ina cicer kaku Mala cafai tukaput ipi cuhlahan Pasifan aku singsi lipaha kami。请问这是发生在一天中什么时间点的故事？想一下哦，一天当中的什么时间？白天。白天，老师正确吗？白天的什么时候？早上。哦，要讲清楚时间。好，是早上没有错。好，下一题由斯拉哥哥来回答，请出题。请问刚刚的歌谣当中，歌曲中的孩子在学校的心情如何？很开心啊。很开心，老师正确吗？正确。好，快乐。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分数哈，现在是5400对1200。喇叭师这一题答，下一题答对就拿到6000块了。好，斯拉哥哥，没关系啊，我有的是画面。好，有来到就对了啊。好，下一题由喇叭师来作答，请出题。这是一个数学题，请问以下这个算式的主语答案是多少？数学题越来越难了耶。沙包子在。老师正确吗？正确。恭喜我们的这个拉巴斯的冠军。心情怎么样，冠军？来发表一下你的感言。现在不紧张了，来比打的时候不紧张了哦。哎，这个跟那个桌球获胜的感觉又很不一样，对不对？但是就是第一次就是参加主语这样啊，觉得很好玩，很好玩，下次再来玩好不好？好，去挑战，感谢你来参加啊，斯拉哥哥。还好吗？前面你都有点太紧张了，对不对？对啊，慢热型的。他有点太久了，对。还有没有游戏要继续玩的呢？不好意思，我们要结束了。你还要活过来吗？对，不过也感谢史大哥今天带给我们多的快乐了。对，也很谢谢大家，也很谢谢主持人带给我们这么多的快乐。哎，谢谢。也谢谢我们今天来参与所有玩家们，谢谢你们。谢谢老师。谢谢。期待英雄，我们下次见。
见。大家好，我是嘉传国有限公司、台湾原住民产有限公司、台湾原住民出版有限公司、森林疗愈师跟木材。跟住啊，跟电梯楼梯。刚讲什么？我忘了。我希望可以慢慢来，这样才知道你有多爱我。人家一来一往，5000是对5000。第一次看到这个数字。